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拆一个小猪佩奇的游乐园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好玩的样子？看看它的故事啊，你们看，它这个是可以旋转的，左右摇摆，还有这个，一坐下去，小气球就有了。这个呢，按一下这个就会发出声音。这个呢，坐在上面转转转转转，转到下面，还有个小楼梯可以爬上去。这个可以转，环去，还可以变成猪妈妈和猪爸爸。这里有个小游泳圈，咻一下这样就下去了。而且这个桌子可以翻面，这个翻过去，这样像之前那个学习的桌子。而且这里还有个小礼物盒子，不知道里面会装着啥，我们来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吧。来，先把看看能不能拿下来，你们看这个佩奇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它上面还有颗五角星，给它坐上去，你们看，把它按一下，噔噔，气球出来啦！按回去，把瑞贝卡弄出来，让它也试试。把手和这个解下来，要么它塌下去，要再把这个解了，就好解了。终于弄下来了，你们看，它也很可爱。你们发现了吗？它的衣服和佩奇的衣服有点一样，它上面都有一颗星星。我们让瑞贝卡也坐上试一试，是不是它也可以按呢？哇哦，真的可以耶！先把它放在一边，拆下来了。我们接着拆。好，我们已经全部剪好了，看看能不能拿下来了。哇，真的可以拿了。这个把它弄出来。咦，是不是卡？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啦。你看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。这个好难弄，它是要缩着上去，好麻烦。我希望它自己内身。来，让我们的瑞贝卡看看能不能。哇，坐上去了，准备哦，不能太高，把它拿下来一下，这下可以了。哇，好刺激的感觉，我也好想玩。这里面好像还有东西，对，还有那种小桌子还没弄。哇，去，哇，多呀！我看，来一个菜。什么酒的什么的，你们看，这个是安在这上面的，忘记拿一个小椅子了，嘿嘿。好，就是这些啦，我们来把它装上，摆一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了，整理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玩吧。